七月，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未来电影台推出四部精彩长片，陪您共度热闹周末夜。做英雄要付出代价。有仇必报，他绝不罢手。我一定要成为这个地方最厉害的，征服所有恶人。彭于晏、井柏然、洪金宝、黄飞鸿之英雄有梦。军雄，日本恐怖电影最高杰作，正宗咒怨系列最终回归。佐佐木希，咒怨终结的开始。爱情其实很简单嘛，不就是让它玫瑰巧克力？爱是什么？我们都以为自己在主导设计，但是往往自己才是被设计的那一个。徐伟宁，相爱的七种设计，寄生在人体的未知生物吞噬大脑。残忍的杀人堕落案件频传，你原本打算夺走我的脑，敢攻击这个人，我就杀了你。染骨匠太，身经会理，寄生兽。七月每周日晚间九点，敬请锁定未来电影台，周日电影院。